张馨月首晒与公公婆婆合影，林峰父母罕见出镜，婆媳二人比心似闺蜜。近段时间，林峰在湖南录制披荆斩棘，42岁却风采依旧，期间不仅老婆孩子陪伴在身边，就连父母都来到了长沙。不少网友吐槽张馨月女生男香，多少有些尬黑的意思了，人家分明长得很大气很漂亮啊。许多网友都觉得张馨月无论是家世还是学识都配不上林峰。张馨月曾被曝是中专学历，而林峰则毕业于厦门大学，也曾留学过一年。林峰的父亲更获得过美国莫里森大学哲学博士学位，他也是名门后代，可以说是书香世家。不过林爸爸看起来对这个儿媳妇还是挺满意的，林峰就更没意见了，所以吃瓜群众还是少操心吧。黑粉的言论丝毫不会影响到林峰对张馨月的爱，当年他和吴千语交往的时候，女方也没少被骂，林峰依然对其苦恋多年，所以对网友们的评论，他早就见怪不怪了。